面上，哎呀，六人现在在仙台车站前面的商店街啦。那这几天因为日本刚好有台风要来，今天是6月28。面上这几天日本的天气又不太稳定，然后一直下雨。不过呢，我现在不怕，因为这边的商店街是有屋顶的。那大家知道六汉酸娃娃机嘛？那当然，来到这边呢，我也事先调查了一下这条商店街整个车站附近呢有几家娃娃机店，然后我就发现它的评价都不太行耶，都才2.多颗星到3颗星。我就看了一下它的 comment 评论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差呢？然后要么评论说店员态度很差，然后要么讲说设定很难。设定很难，问题来了哦。因为如果还有爪力，你设定难还是可以玩。他们都写说什么设定很难，但又没爪力，你可能要花4000-5000日币才夹到，也有可能你花10000日币都夹不到。然后所以昨天呢，其实在没有拍摄的时候，我就去测试了一下，还真的是，我的表情应该说明了一切吧。但是呢，这一期实在有太多太多狐狸、狸猫还有柴犬的精品了，所以呢，人家因为忍不住的情况下呢，刚刚我又在另外一间店看到了柴犬还有德国狼犬的抱枕，然后我就忍不住尝试了一下，然后还刚好我有按到录音，虽然因为我没有注意画面，所以拍歪了，可以让大家先看一下画面。现在的日本也多了很多这种三爪的机器，那有来日本玩过的应该都知道，它的那个爪子呢本身设定就是没有要给你甩，顶多让你稍微晃一下，也不可能乱甩的爪子。所以呢，它的玩起来我看大家真的都是超级超级难，要花很多钱很多钱才夹得到。然后我刚刚很意外的偷了500日币可以玩6次，我在第4次的时候就抓到了，我才突然发现，对吼，因为它的形状刚好可以用我在之前第一次考夹娃娃机证照的时候，有人还记得那影片吗？就考夹娃娃机证照的教学有一个就是拖，你要把那个东西呢拖往洞口，那加上它几乎是没有挡板的。然后我后来呢，因为还剩2次，我在夹那个柴犬的时候不小心太贪心了，它就咚的翻回去了。它只要机器呢不要再把它调松变难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蛮有希望的。所以呢，我决定我现在休息完了，我要再回去花2000日币，这样应该可以夹个24次。我们来看看，可不再多夹几只吧。我准备好了，不过它还在刚刚的位置，看来是没有人动它。然后我一样再把它慢慢的拖过去，因为这款很软，所以它没有包好像没关系。然后它也可以二收。不要再翻过去吗？你的啊！哦，翻得好！哇，这个位置超好。隔壁是一个可爱的店员，但脸真的有点丑。再拖一点过去，很好。再拖，再拖，包包包！啊，翻回去！太贪心了吗？啊，好像不要包比较好哎。我2000块要飞了吗？哦，越瞧越糟糕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啊！500块要飞了，我发现好像不要包比较好哎，包了很容易倒回去。500块，不包不包，我拖，但不包好像也有翻回去的危险性。再来，还有3次，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理想上是500日币一个，说，我们把它清牌哦。如果它是狐狸狸猫，我就清起来。哦，这个上一次去平衡啊。最后一次，这个500，最后一次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不要倒回去，快过去，行了啦，有事啦！哦，这个用买不止1000日币哦，划算，可爱。哇，跟店员求救了，店员商 ，Thank you。这次男店员好像放的比刚刚那女店员近了一点点，那我们再来喽，还有1000块，够够。我把这只德国狼犬拖回家。好，拖行有效，有效，不能包，不能包，秉持着不能包的精神。Come on， 拖过去，不要翻。哦，这个好，很好。德国狼犬跟我回家吧。我担心我的行李箱了，马上。
程会炸开。哇，やった！あ、苦労は。店员应该不知道 我怎么这么想要这个吧？我刚刚问的店员说还有没有别的柴犬的商品，他说只有这一个，因为他刚好问我说我要不要去别的台机器，我说我就想要这个，就是想要这个。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失控啊？我刚刚找店员补货了，可是男店员不在，我找到那女生，那女生摆得好远。但他长得很可爱，我真的干脆把他清空算了。但我的行李箱放得下吗？因为用纸箱来托运啊！耶，我钱包里面还有一个500块啊！不要翻，不要翻！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哦，这只狗你真的是干得好啊！翻啊！不要翻回去啊！翻回去，悲剧，悲剧生悲，浪费了3次。这种玩法的缺点就是一个小心要翻回去，乐极生悲。抓过来，抓过来！不要翻，不要翻回去啊！对啊！要再去找店员。我们现在这个500块还剩一次，然后又抓到一只，剩2只，青苔好了啦，青苔，青，我真的要青苔，好青苔。我非常客气的问了说，我可以全部抓走吗？可以，因为我没有作弊哦，我是真的一次一次的把它抓走的哦。啊，对吧？光这一只狗，我会翻回去，增加了我的难度。那个青苔呢？哦，我现在好像卡在一个尴尬的地方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要换别的地方攻略它。过来，过来了，好。啊，挡板了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哦。我之前试过从后面夹，反而它又翻回去，没有把它翻下来，有点可惜。右前两爪有包，包。应该就有了吧，有了，一下，来，就剩你了，我们终于要青苔了，我的5000块也飞了，这个球真是陷阱，旁边那个球，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两颗小球？哦，好，这个距离可以，狼犬你超棒的，搞定！哇，我人生中第一次青苔啊！中中，去哪里的战机？那今天的娃娃机打成喽！是我第一次青苔耶，哇，可喜可贺。那这次玩法也非常简单，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哦。那今天一样有抽奖啦，会放在 Facebook 跟 YouTube 各抽出2只柴犬，那我们就下次里面见哦，拜拜。